欢迎观众朋友继续来关心最新新闻。盖棺文化基金会去年艺术下乡深受着民众的喜爱和肯定，今年关系艺术下乡计划走引到嘉义县人口上济滨乡乡，再度邀请到延长戏风团长江滨良亲自来授课，由北斗社区的店家甲秀林国小的学童共同组成青年世代关系班，20号下晡伫北市啊新福宫盛大登场。副馆长刘培东、秀南国小校长王亚平、北斗村长谢志宏、理事长何聪海、总干事洪光普、文基会执行长陈尚勇等明代贵宾出席参加，现场更加吸引真侪大小朋友到场看热闹。表演即是演出进行，由刘培东副馆长代表上乡祈福。刷下来由社区居民扮演当机阿古倒头，也邀请副馆长伫舞台上打红纸，向政治演出进行感谢生命的宝贝，彰显当年的传统文化。北斗村的新福宫前面啊，那是我们文化基金会哈、艺术下乡的活动，那大家。我们文化基金会啊，希望那个透过一些艺术的活动，那今天的表演呢，是一个在地哈、这些老人家跟秀林国小的小朋友一起学习，用歌仔戏的方式来传承，透过扮仙、讲戏跟酬神的活动，来把这个文化的传承下去。听说小朋友都训练了3个月，很辛苦，不过好在我们那个。在指导的江明龙先生啊，非常厉害，能够让这次的活动能够圆满的完成。那我相信后续啊，大家透过这样的活动，以庙口来当作一个剧场的环境，大家在这边用歌仔戏的方式把传统文化传续下去。那透过这次的演出，参加的人跟来听的人都会有更多的感动。那让我们的传统文化能够一次延续，我想这是很有意义的活动。这一场活动是我们文化基金会最后一场，今年度的最后一场哈，明年应该还继续。那我想这次的活动一定会圆满成功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刘培东表示，真久无看到安尼野台戏，中正还有学童认真演出，非常精彩。尤其以环境剧场模式，将庙口当作是剧场，彰显野台戏的勇劲，扮演在地故事，寓教于乐，非常意义。最新新闻整理，由民雄乡采访报道。一起来家，游走在鬼斧神工之上，与自己对话。想待在家。此刻无关胜负，只想享受单纯吃的快乐。享受在家，除了黑与白，还有更多的色彩。我是黑佳佳，邀请你一起来家。用力耍背，用力耍背，用力耍背。看到一大堆壳壳堆成的山。几百年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，嘉义县第一个来做这样的工作。渔民把他不要的东西，他可以换钱，就政府来讲，他可以减少污染，完成不可能的任务。海贝变黄金，用一句话来形容幸福会是什么？光着脚踩在土地上。两句话呢？啊，我阿公常常拢讲，人生有诶无诶代志，你足侪啊，咱着尽量较简单诶。三句话呢？我们在这个地方好山好水，自己的家庭在这边去做自己喜欢的。幸福对我来讲，就是可以吃到产地最新鲜的蔬果，所有的食材新鲜是非常重要。所以台湾的很多土产现在都变成精品，送礼就是要送国内的农产品。